OK，我们还是去看看有没有别的新的怪物好了。这个河叫贝雅河，贝雅河，然后快点，快点游过去，我不要溺死在这里，我不要溺死在这里，快快快快快快！OK，到了。这边叫什么？调皮鬼三弟。调皮鬼三弟，这名字实在是听起来不是很……我不知道这名字应该怎么形容他。哎，调皮鬼三弟，所以这边会有调皮鬼吗？然后这里的话，这边有好多……哎，这个是土豆，土豆也要采一下之后用刀。然后还有这个是西瓜。哇靠！这边是那个炎热地区，可是在下雨。你说一下雨的时候，你跟我说好热会渴很快。哎，不是下雨啊，是下雪。在下雪的时候，哎，我在下雪，我现在你看，各位看一下，这现在在下雪，然后他说渴得很快，什么状况啊？天体，这游戏很多不合理的地方。要么太阳跟月亮在同一边，然后在炎热地区，在炎热地区下雪嘛，下雪的时候你说渴得很快，很不合理耶。然后这里应该很快就会见到剑齿虎了吧 ？Go go go！ 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哎，好大骨头、哦！我看到一根好大骨头，等下应该会看到很特别的怪物、哦。然后这个是西瓜，西瓜在这里。这什么骨头啊？这骨头也太大了吧！恐龙，哎，等一下，那边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？等，我看一下，为什么？他守在这边，为什么会有小鬼守在这边？三十等的还好。为什么小鬼守？为什么这边会有宝箱，然后小鬼守在这边？这边没有什么树啊，所以不一定是要有树，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树啊，比如说什么炸弹树啊，然后还有什么蓝猴子树什么的，然后还有什么那个遮天树，他们这些树的附近都会有那个宝箱。然后是不一定要有树才会有宝箱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等一下，我吃乳酪，吃乳酪还可以补水分，吃乳酪好。好，敲敲敲，这个是银宝箱，银宝箱的话应该掉个火附魔石，掉给我吧，掉给我吧，孩子。有吗？有吗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荧光粉。然后这是什么？木剑，给我木剑干嘛？我要火附魔石，我不要荧光粉，我也不要木剑。我感觉到很疲倦了，什么意思？感到很疲倦会怎样吗？现在感觉到很疲倦会怎样吗？有观众知道吗？就是他说人物感觉到很疲倦了，那我会不会比如说突然间倒下之类的？对啊，人物也没怎样啊，所以那个只是那个不用理他吧，就是说人物很疲倦应该不用理他吧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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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这边这是什么蜥蜴啊？看一下那是什么蜥蜴，应该是什么红蜥蜴、火蜥蜴之类的吧？哦，红蜥蜴。哎，为什么是我显示问题吗？为什么它尾巴看起来紫色的？
走这里这边的话吗？然后，石头跟铁矿融合在一起了。真的，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。哎，我现在还没有看。哎，那边有一个骨头，那个骨头应该会有宝箱在那附近哦，对不对？我要去看一下。应该会有骨头在那边、啊、不是骨头、啊、宝箱啊，宝箱在那边，来去看看，来去看看。是这个骨头是在沙漠地方是哦，有果然有哦，所以在沙漠地区是有这个骨头的话就是会有宝箱吧，我应该没说错吧。我来了，看信看信看信，哦，被打到，看信看信，哇，又被打到机车耶，我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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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OK， 继续，快快快！哎、欸，奇怪，如果这边有宝箱的话，为什么不会没有人要来这边盖房子啊？是因为全都是沙漠地区，所以觉得不舒服？是因为这边全都是沙漠地区，所以觉得不舒服？没有人想要来这边盖房子的意思吗 ？OK， 来拆宝箱了。哦，好累哦！今天说话，今天真的走很多地方哎。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啊，又是没蓝色荧光粉？好吧，没。看来这一哎，这个是有 boss 在这里哦。所以这边会有什么 boss 啊？这个圈圈就是 boss。我觉得，如果以这边的生态系的话，这边应该是一只岩浆陆龟吧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边以这边的生态系这个位置，应该是一只岩浆陆龟，对不对？如果有观众知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解惑一下吗？这边这个应该是岩浆陆龟，对吧？我应该没猜错。OK， 我们继续走。红蜥蜴，可是大家的尾巴都变紫色的，这是突变蜥蜴吧？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，比如说像类似剑齿虎的怪物啊。都没有。看一下哦，这个山，爬过来看看好。没有，对，都没有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快，好像快要到灯塔了，我们再继续走。今天就到灯塔做一个结束了。我第一次看到没有房子的地方，哎，这边真的没有房子啊？是这边不给人家盖吗？如果我等一下我做一个测试，如果这边应该也可以盖东西吧？看一下啊。奇怪，我火堆去哪里？我火堆不见了。哦，在这里。好。对啊，这边可以放火堆啊，这边是可以放火堆的地方。可是这边真的没有人盖房子，看来不会有人想在沙漠地方盖房子吧？到枯骨山脉了。月亮，哇，这个月亮还不错哦。这个月亮还不错。
来教各位一个小常识。哇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间变暗那么多？来教各位一个小常识，我们看到月亮好像都是同一面的。对，因为月亮的自转周期跟地球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不管在我们看的话，都是月亮的同一面，是这样吧？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吧？那什么怪物？哎，原来是牛哦！我想说那什么怪物哎，原来是牛跟猪重叠了。快到灯塔了，我应该快看到灯塔了。爬不上去。嗯哼，灯塔在哪里？没有灯塔。这真的没有人盖，真的没有人在这边盖房子。哇，这边是有多荒凉啊！哎呦呦呦，看到灯塔，真的没有人在这边盖房子。看来大家真的很会选地方哎、欸。OK， 我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看到什么剑齿虎，大概剑齿虎是在这个区块吧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房子了，哇，这边稀有人家哦，这边有正有人在这边盖房子，很稀有的。你好啊，邻居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灯塔解锁了。哇，第一次看到风景这么空的地方。好，开启这灯塔。我开启了。好，这边的话，那我剩下中间这地方都那个，下次的话我就来看这边的哈，就下一节进度我就是来看这一块。然后再看完这一块，再来启动这边的灯塔。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来到这边的啊，这里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啊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。订阅频道可以继续追踪这系列影片哦。那请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OK， 我也要回家。